仲有一個幾星期就到農曆新年，三年嚟難得防疫大鬆綁，中環海濱就有新春嘉年華。黃俊軒係睇過，掟豆袋，敲圈圈，碌保齡，呢啲掛滿公仔嘅攤位，大家有幾耐冇見過呢？又有幾耐冇同朋友一齊合作贏獎品呢？呢度是中環海濱的新春嘉年華，十幾個遊戲攤位已經佈置好，星期六開始對外開放。送虎迎兔，不同造型的金兔不少得，還有傳統的大紅燈籠、十二生肖花燈，全部都是打卡留影的好地方。我們這個是第一個 after 三年的疫情底下，一個公開大型的公開活動去慶祝農曆新年啦。咁我哋亦都希望即係用呢個機會，因為啱啱就係近新年啦，就快十日到新年啦。我諗係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咧，就係、是、Hong Kong is back。嘉年華會舉行去到下個月中，市民要買飛入場，用電子代幣消費。新一年唔少人都想轉個靚運，唔喺嘉年華隔離，啱啱好就有個摩天輪。咁搭翻轉，或者新一年就能夠吐氣揚眉。有線電視記者黃俊軒報導。